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尔。今天这部影片因为天体节刚刚更新了这个于小荣还有剑邪的卡池，然后他的免费抽在版本更新也会送五抽嘛，所以我们大家就会实际来抽一下我们的这个于小荣剑邪的卡池。那我推荐在双 up 都是你没有的角色的玩家，都可以考虑去抽一张决出来，除非你后续已经有很强烈的决定要抽哪一张角色，把它抽到很高星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抽，先从这个免费抽开始。那我现在的累积是应该有累积20抽的次数，就是左下角如果还没有写加级，但是已经有20抽了。好，那现在这个10抽抽剑邪于小荣，这个是第30抽。那这一抽是只有金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看一下有几个金光，两张。基本上我觉得有两张就算不亏了。如果有一张而已的话，那就算是蛮倒霉的。然后三张的话就算赚了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一个10抽，这个应该是第40抽，还是只有金光。那下一抽就第50抽，然后50抽之后第60抽应该就会加几率，到50抽应该还不会加几率啊。好，这个40抽只有一个杨云佐。好，这个是第50抽。哇，出来了！一张金色，然后两张三，哇，三张金色跟一张彩色，周虫，这次运气不错，希望能够出于小荣跟剑邪，于小荣剑邪，于小荣剑邪，没错剑邪，没错剑邪，随便哪一张都可以，给我出没错跟剑邪，好，下一张应该就是五星了，这是什么鬼啊？啊，为什么运气这么差？好吧，80%几率还是歪到那个20%。那我们至少下一抽，现在抽出应该还够再抽到一张卷。那我们下一抽一定可以抽出那个于小荣或者剑邪。现在还有22抽，再加上5000多个钻石，大概是有70抽吧。好，我们继续抽下个10抽。这一抽就只有一张四星。好，第20抽。刚刚那个剑邪，不是刚刚那个黄甫生，好像是在最后一个位置出来，所以这个是从头开始重新计算。那这个第20抽，两张四星。然后现在要花到我的十只金了。第30抽，哇，出来了！这抽一定是于小荣或剑邪。我两张其实偏向是差不多，这第23抽就出，两张其实对我差不多。看出什么吧？好，没错，没错，很可爱，我觉得是一只还不错用的角色。目前它的实用度啊，可能没有剑邪来的高，但是后期出了于小雪之后，没错的实用性会大幅提升，而且它也是一个蛮强的坦克角。那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十只金给抽干。那这次的总抽数大概是100多抽吧，希望可以再出一张五星啊。这抽还是只有金色的。然后两张金色，寒无沙还有紫韵，两张都一般般。基本上四星的角色我有用到的，目前就只有慕容真，其他很少有用到。还有主角团，还有太渊影翼，这几只是我有用到。这次又是两张四星，哇，抽了好多紫韵哦，这一次。这个是第30抽，还是金光而已。哇，只有一张，只有一张金色。哇，紫韵，今天一直出紫韵哎。我们剩20抽左右，像这个是第40抽吧，直接跳过。哇，太渊，也抽了好多这个杨环子哦，我觉得。最后10抽，祈祷出金光。不是金光哦，出错了。好吧，真的是金光，应该是要出彩光。好吧，那这个10抽，哇，还是只有一张金色的，这么倒霉吗？出了这个朱砂、朱环还是什么的。好啊，那今天的抽卡就抽完了。战绩是应该是110抽吧。然后原本的保底已经被我给积了20抽，所以大概是130抽，出了两张绝，
一张是黄甫生，一张是梅错姐。那我找一下梅错姐在哪里啊？哦，在最下面看到了。摸脚不可，松。哇，他的语音还蛮好玩的。没错。摸脚，没错。松手。摸脚不可，松手。好啊，那这部影片的抽卡影片就差不多抽到这边。那祝大家都欧运爆棚，抽到自己想要的卡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